三期的游戏手把呢，收纳架不占空间，而且设计也简单好看，我自己很喜欢，也让小孩就是可以从小培养美感，这个产品刚刚好。那它的组装零件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方花底，两个长度杆，最后三块是让你放手把的架子零件，还有调整高度的橡皮筋，我都会装了，你也会啦。